Hi，it's Jane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那今天主题呢是 How to wear a red lipstick。现在到了秋冬了，就非常适合画红色的唇妆。好，我先来说一下这个妆容的重点，一个是底妆最好偏雾面一点。然后你的眉毛要干净利落，有一点点的弧度，比较大气。眼妆呢，只要画出一些阴影色，然后是也是那种干净利落的液体的眼线。然后脸上的修容最好选那种哑光的，偏冷调一点的修容颜色。腮红我会喜欢选择那种偏粉一点或者是玫红色调的这种腮红，它可以强调出一个底妆的通透感，也不会和你的红唇抢戏。经典的大红色唇膏有很多选择，比方说 YSL 的一号色，Dior 的999号色都是非常热门的一个红色唇膏，但是 MAC Ruby Woo 在我心中的地位是第一名，是无法取代的，所以我今天是选了 Ruby Woo。 我觉得这个正红色非常的复古，非常的好看，然后又显得脸很白又很有气场。它是我心目中当之无愧的 number one。 所以说我现在脸上这个妆容就是我最最常画的一种红唇的妆容。如果你想知道这个妆容是怎么画的话，那就看下去咯。谢谢你的收看，如果喜欢这支视频的话，请给我点个赞哦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次再见哦，拜拜。